OK， 蓝色方他们很急，哇，就看这基督拉的远古机，他们想拼城的。基督挤了，对，反而是那个对于 Vivo 来说是个好事啊。哎，能不能先开啊？瑞尔再开，瑞尔先开了，哎，开瑞尔可以吗？瑞尔给玉铁树。看他们这个位置，哎，赖子飞过来了，紧张啊！赖子，我操，小虎。但好像看赖特了，没有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赖子操作一下，赖子操作一下。不行不行，操作不了。哇，烈阵戳晕了，操作不了，操作不了。哇，坏了，艾克夏暴雨伤害不够，闪现，但是来到了，发条个 QW 连战绩跟普罗，赖子就没有伤害了，一整只往后面拉，但 Q 只能又追上了。下一个 QW， 没记得没记得。三杀，主要是刚那个位置刚好是小的道波全吃了。哇，这波。已经推了永恩的大跟小的倒钩，加上瑞尔的那个技能全吃，还有个发条刀招，他们刚好飞到一个点，哇，有点坏，这波打完，完了，这卡莎装备也是卡在那个点了。就前面说永恩装备卡，现在是卡莎装备卡在那个点，卡莎没有法装帮，也没有帽子，也没有影焰，也没有中亚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一个大帮加秒表，这波基督想一波，基督肯定是他们想趁着这个有老对云谷龙还有四强，他们肯定想一波的呀，开了吗？哎，完了，啊，流沙已经被打断了，哇。还两个锁都锁到，但没用。哇，别吧，暴风雨人，注意一下羽毛的位置，下一个可以吗？大雪，大哥，大的是，哎，大的是打野，没伤害，没伤害，快了，他想大走吗？远古龙最后二十秒，我感觉会被大错人了，模型重合了，应该是大错人了。其实兵线还可以，拖下，拖下，求你了，能拖能拖。这个感觉基督肯定想一波的，对，十五秒时间，基督肯定不想拖，因为最就那个沙皇就死了呀，少一个人。操作好点，操作好点。十秒，十秒，十秒。鱼弹一闪，赶紧弹一闪，抬到了。哦，完了，这抬到了一个电阵，再加玉铁树。云谷龙还有五秒，瞬秒对方。云谷龙三秒捉，两秒捉，一秒捉。云谷龙结束了，但是兵线能清掉不？最后一个兵，沙皇十秒捉。哎，兵线拖下呗，拖下呗。刘青松的开打可以，可以。汉三把秒表打出来了，汉三这边死了呀，汉三倒了呀，有机会啊。永恩好像也要死了，永恩大有复活甲，复活甲打出来了，还可以。哎，大反弹弹回来了，帅哥没有伤害吗？还没死，瑞尔又大了，我操！沙皇复活，沙皇有大，三秒钟，赶紧要走了呀。卖上卖上，哇，守了守了 ，nice nice。我操，留住这波很关键，留住这波。这个要 TP， 这个是沙皇的 T 吗？哦，是沙皇要 TP， 两个 T。哎，佛公子怎么是啊？哎，好推！这好像是两大刀直接打三个，踢过去了。哎，有人他妈偷家了！哎，打断一下！哎 ，nice！ 哎 ，caps 怎么 caps 过去啊 ？caps 可以看吗？卡莎五秒，卡莎五秒，卡莎五秒，一波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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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他们死了。但是微微好像死了呀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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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ice！ 微微大龙吗？咱们可以大龙。微微死了，为什么打的这么激烈？偷家？但是咱们可以大龙吗？打不了吧？这。可是对面死了四个，我还要刘正打断了这个这永恩，我操，没打断一波了，真一波了这个。主要是还好过去的是个发条，对，没有什么攻击和攻速。永恩过去发条留下来应该是一波了，就这么刺激啊！基督没必要断线，因为哎 ，caps， 哎有偷着，想走过去吗？哎，不可能吧，有眼有眼有眼，哎有眼有眼看到了，啊啊，哎大招谁？没不距离不够，不大吗？要飞吗？要飞吗？锁头，肯定要锁。哎，但是这个不好杀也杀不了啊。把亚克留下。哎，瑞尔被开了。哎，瑞尔这个位置被开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我操，我去。哎，啥装什么？我操，汉三吗？就差一下电浆，电浆打穿了。我发现。哇！复活甲去。汉三压压压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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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挡一下。金红国旗前面花了，那下一个香鬼是满打很肉的，风之巨人哎打断了，打断了，把威德丘斯给打断了。下一个想推，我操，推他 KS 了。下一个，但这个汉斯啊，有还是死了。一波了。哇，完了，这个局。汉萨玛，我说实话，这把不是人，他这把已经给了很多机会。说实话，这个 ADC 已经给了很多机会了。但其实刚才那波就队友帮他挡一下那个血红锁的话，应该复活甲不会被打出来。但是我觉得他应正常来说应该是用刀子捅一下那个吧。但是。哇，这被吃了一把，这被拿下了，这被吃了一把分吧，我靠！最哇，我跟你说，对于微博来说最亏的是什么呢？他们是一杠一，我看一下，因为他们一杠一可能会遇到 BLG 或者京东或者 T1， 就他们可能会遇到 BLG、京东、T1、DK、KT， 都是那种贼强的。对。如果他们把G2送走的话，G2会遇到这些人。是的。但是他们输了之后呢，反而是微博自己会遇到这些人。压力来。KT DK。感觉一杠一其实。一杠一其实是。挺多怪物的。对，压力有点大。